所以讲，我真着讲过，因为即阵伊在外台爱做真侪工作，做会完。所以讲，咱浓缩拢这重点，这真有法办。毋知影讲今日安排安尼结成，安尼真措施，恁有满意无？超甜心，今日即个总策划有即个导演，会当讲呢，也要安排咱连接性的衔接点。拢是讲啊，会加真闹热，就是希望讲，要甲咱本土台湾人的歌戏艺术文化来提升。全台湾的歌戏有真侪团。 我嘛希望讲，啊，咱在地观众朋友，你嘛爱支持咱在地嘅剧团哦，啊，不管多少团咧，只演出，一定咧，钱该开落去啦，每一位团，拢来甲伊鼓励捧场，好无吼？好，非常感谢吼，啊，咱即个后壁场，有完毛钱优秀嘅团队吼，就是咱刘万优，啊，咱来做歌谣，啊，咱来做歌谣，啊，咱即个刘万优，就是咱李元琴歌仔戏团。 咱后礼拜、拜六礼拜要来演出，哎呀，希望讲，咱只爱有我的观众朋友，来多多的，啊，甲咱的捧场的指教吼。